但不老男神福山雅治上月28日迎娶日本女星垂石一惠，她的婚讯就像投下一枚原子弹一样震撼，除了日本外，更被香港、台湾、韩国等媒体广泛报道，并且严重到影响无数日本家庭和令公司股价暴跌。福山雅治10月4日在主持的电台节目中亲自报喜，坦言没想到会被如此大篇幅报道，而且引起各界轰动，并透露原来被他视为另一父亲的事务所会长事前竟然不知情，而他宣布结婚后连带 Amuse 股价暴跌，市值损失约40亿日元，近日有估计指长远计算随时会损失达100亿日元，大概5.3亿人民币。看来福山的婚事真的牵连甚广，难怪福山不告诉老板自己要结婚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综合报道。日本不老男神福山雅治上月28日迎娶日本女星垂石一惠，她的婚讯就像投下一枚原子弹一样震撼，除了日本外，更被香港、台湾、韩国等媒体广泛报道，并且严重到影响无数日本家庭和令公司股价暴跌。福山雅治10月4日在主持的电台节目中亲自报喜，坦言没想到会被如此大篇幅报道，而且引起各界轰动，并透露原来被他视为另一父亲的事务所会长事前竟然不知情，而他宣布结婚后连带 Amuse 股价暴跌，市值损失约40亿日元，近日有估计指长远计算随时会损失达100亿日元，大概5.3亿人民币。看来福山的婚事真的牵连甚广，难怪福山不告诉老板自己要结婚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综合报道。